恭喜恭喜，何家四房二子何猷君宣布再做爸爸，太太奚梦瑶为他再诞下一女，凑成一个好字。身在上海的妈妈何太梁安琪透过语音录音同我哋分享抱孙的心情，言谈间难掩兴奋，仲话第一时间已经见咗小孙女啦。今日见咗啦，当然好开心啦，凑咗个好字，啲小朋友亦都好乖，好得意。咁希望佢哋开开心心。何猷君同奚梦瑶在2019年结婚，婚后不久，奚梦瑶就为何家诞下第一名男孙何广新 Ronaldo。今年五月母亲节，奚梦瑶宣布怀有第二胎。直至11月3日早上，奚梦瑶在微博上载一家四口手搭手的温馨照，宣布诞下第二胎，并留言：大家好啊，小朋友现在还有点害羞。冇几耐，猷君亦上载呢张四手相及一张漫画相留言：我们的掌上明珠，地球欢迎你，妈妈、哥哥和爸爸。据知呢位新任何家千金，英文名叫 Romy， 而猷君同奚梦瑶再荣升父母，成为内地微博热搜。